最新消息要带您关心到，澳丰金融集团在台湾违法吸金达到了100亿元，而澳丰母集团香港旭辉金融集团旗下的致富公司还有太极公司非法在台湾销售境外基金。前调呢，在5号是兵分多路到相关人士的住所搜索，同时哦，传唤了2间公司的高阶主管，总共呢是有12个人到案，在讯后依加重诈欺、非法吸金等罪全数交保。致富总经理黄天贵是300万元交保，那么执行副总杜瑞云250万元交保，并且限制出境出海。至于太极执行副总，则是10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